有一种生活叫做在丹族，在这里你可以沉浸式地体验水乡风情，探寻属于心目中的桃花源。乘坐有为水道游船顺流而下，一幅岭南水乡田园画卷徐徐展开。在良登村下船，驱车数分钟便来到桃花林营地。这里正如其名，远如世外桃源，是你逃离喧嚣都市的不二选择。或在花林躺营草坪区静坐，看云舒云卷；或在淘溪戏水，看鱼翔浅底；或漫步花海，闻香品茶，感受清风拂过的美好，将烦扰荡涤。